觉，想来点洗头发，想来点掏耳朵。我说句实话，为啥你们觉得直播间单调，就是因为你们太喜欢听芦荟胶、掏耳朵、洗头发这三个了。不要老听，老听特别容易免疫，你得换个东西了，你得换个东西了，你老听真的很快就免疫了。Thank you.
点潮，你要觉得潮可以把音量降低一点，这个就是潮，潮的话把音量降低一点。我们来两三分钟好吧，不要不整多了，时间短一点。
下我非常厉害的配音，我配音阿里非常的像。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请宠爱我吧，我们心有灵犀不是吗？我是该让你的心快加心跳加快呢，还是该让他们停止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北的阿里。